咁我教大家整嘅係簡單嘅奶黃月餅，喺屋企都可以做嘅。嗱，個餡咧就首先我哋將個牛油啦、糖啦啊，同埋個煉奶啊，咁就差溶佢，就再入粟粉、奶粉、吉士粉同埋麵粉撈埋佢，撈到佢唔見咗粉啦。咁啊，最後落埋忌廉，差到啲忌廉都入埋啦。咁我哋倒落個盤度去蒸，撥一撥開佢，全部都瓊曬咧。即係結實曬咧，就冇流質出嚟咧，就熟噶啦。咁個皮咧就先將牛油、糖、差溶，再入蛋，就加埋麵粉，就會擠咗個皮噶啦。如果烘出嚟個餅，你覺得佢唔係好夠色，可以攤下佢，等佢凍翻啦，再入爐，再攞色。佢個奶黃會膨脹噶嘛？如果你唔出，繼續烘，佢就爆啦。咁所以佢入邊爆，佢咪裂開咯個曲奇。如果你話我想個月餅熱啲食嘅，咁你100度火就烘4-5分鐘，那個餅啊，全個餅都熱曬，好似新鮮出爐咁樣食啊！微波爐係最唔好，你不如就咁食好過，因為微波爐係喺入邊熱出嚟啊，對個餅香脆冇增加，同埋有機會爆。如果有呢啲爐咧，用個熱結鑊，中火預5分鐘擺喺度，再辣多2-3分鐘，等佢咁有喺度熱，即係等個鑊凍翻咧，你攞個餅嚟食仲脆。